您也许也听过这个说法，就是听莫扎特的音乐会让大脑变聪明吗？其实这回莫扎特呢，奥地利的学者就发表了新研究咯，推翻了这样的说法。他们认为呢，听这个音乐神童的作品并不会让人变聪明。其1993年加州大学这项研究就显示了，如果听莫扎特低大调双钢琴奏鸣曲的青少年，推理测验成绩哦似乎比较好哦。不过这个研究呢，就掀起了所谓的莫扎特效应，但是新的研究会诊了多项的研究，却都没有办法找到支持莫扎特效应的确切证据，所以呢，听莫扎特做胎教的准妈妈们恐怕得失望了。